仔真嘅啦。睇得最新嘅消息，西班牙夜晚大约11点发生怀疑再有腐蚀性液体嘅玻璃樽由高处跌落街。现场消息话，一个男客人被人喺剪刀背脊受咗轻伤。另外，警务处长陈炳成话，非常重视深水埗有人由高处掟腐蚀性液体落街嘅案件，会同旺角教堂嘅案件起量调查。係負責調查旺角區嗰個事件嘅同事咧，亦都係有份去參與，去提供啲意見，去睇下呢兩宗嘅案件，由呢兩個地區所發生嘅案件，有冇一啲地方係相同，有啲機會係同一個兇徒或者一班兇徒去做，或者係另外一方面係根本係兩班唔同嘅人去做，一兩個唔同嘅去做。請大家放心，請大家市民放心，我哋會積極嘅去調查。行政長官曾蔭權同埋特區政府嘅施政近期引發連串嘅風波。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就建議曾蔭權應該多啲同唔同意見嘅。